受的教育无济，附近读袂通，道理听唔捌，加上贵族，以学富为清高，为着要显示家己的身份，更加唔愿佛法普及啊。对，这就是我心中莫大的烦恼啊。听大叔一言，我也心生惭愧。确实有真侪人学富的心态无单纯，是别有他求。你将两句的批评非常正确，但这后两句又是在讲谁呢？无啦，只是想到大师总是以众生为念，心中的烦恼拢是以利益百姓有关，家己比起来。我实在是公主，你切莫妄自菲薄。我是出家人，本来就有生活费度众生的责任。我只不过是尽我身为释迦弟子的本分而已。就是本分，为什么我会袂记得呢？你是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你那突然间这么悲伤啊？大师，你有你的本分，我也有我的本分，咱两个人的身份无同，是注定无缘无分。公主啊！玲玉，你来得真拄好。你敢知影公主伊为何会？伊为虾米突然间变甲安尼着无？啊，是啊。伊才毋是突然间变甲安尼，伊是安尼真久啊，是大师无发觉而已。哦。平地静气。那
安尼，都爱请你多多靠近，管束。有机会，你就较接带伊来分红事。好，那呢，我先陪公主回宫。慢行。想要找到真心的我，却是连坐在对面的人，伊的心我就感察袂出来。唉，实在是惭愧呀。完了啊！哦，想袂到安尼，你人英俊哦，穿啥物都好看。嘿哦，这领花袍哦，穿在你的身躯实在是足适合的。你啥物的指甲色，搁较庄严哦。穿安尼，唔惊垃圾，又搁行动方便，我真满意呀。也唔过，也远远比不上中路身上的那袍。以后运命陪亲戚，世事无奈苦尽心，因是。半相迎，别那花家万千里。人可救，人杀。我上行老夫照轮，我可以落红为尊。卖走走，卖走啦！卖走，卖走，卖走！要来要回啊！哦，亚哥，亚哥想袂走，啊！你偷摕人的物件，还搁伫遐过？这是要给我的囡仔食的，你吃我！哎呦，大安哦，大家哦都安尼较冷静的啦，啊，毋是啥物生死的大代志啊啦。小施主，巴肚枵啊吼！哎呦，巴肚若枵，会用去讨，会用去求。千万不用的偷，不用的抢，要落魄乞丐哦。知我今仔日讲的道理，心会用落魄，但是心袂用对路。是，多谢法师。乖乖乖。啊，大安啊，唔知啊自己倒位错，都是恁上大的错。是以为信哟。注定
人生少将高魂做两家，不如你当遐生机。那样歹，伊只会屈服。也毋过，若无偌久，伊就骨头啊。啊，那勇敢，伊只会幸福。啊，只要明白道理，伊就毋免人甲顶咧。啊，就会自然发自内心去做。大恩法师，啊，阮就无读过册啊，是要安怎教？啊，当然是用排较紧啦。哦，大恩啊，讲得对啦。所以哦，我才会带新的先生来做伙教。啊，那呢，请问这位法师叫什么名？各位施主，贫僧元晓。元晓，这个法号哪会听起来这么熟悉？好像有听过呢。元晓，不就是林溪水开悟的元晓吗？元晓大师，元晓大师，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站起来。站起来啦！站起来！啊，元晓大师叫恁起来，啊，恁唔都站起来？起来，恁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各位施主，元晓这是一个名啊，分封是大江苏，只不过是一个身份。我就是我，恁无需要改变恁的态度啊！穷乡兵兵不分情乡乡不多情比比好乡七界修定能断渡几平生活那是出家人才做得到的啊！啊，亲像阮这种卑贱乞丐，生活拢有困难啊，是要安怎生活啊？对啦，大师，你讲到乞丐修定，这不是只有精灵会当修。阮有啥物就食啥物，那有啥物通好紧啊？大师啊，你是真善良，也毋过你出身高贵。啊，世界清净，啊，哪有可能会了解阮这种人的生活状况？你也是回去分封寺啦。你讲的话，阮这的人听无，嘛拢做袂到。行啦，行啦，行啦。施主，这施主，施主，大安呐、啊，哈哈哈哈哈。本来是要来上课，反倒转出去用上一课。最苦众生何必多，自比小丁。树香火炉，难以高兴惊江波。敬礼安，我从来都想袂到，我家己累积多年的名声甲身份，
反倒当会做些我方法的阻碍。所以中秋啊，你才会。大安啊，要那无，我家己修得都好好，啊又何必着破戒颠狂，然后不避教团的所性命呢？唉，中秋。中家你的鼻心实在下手万倍一把我的功夫你还没学真多啊，但是学老人的搁提升未少啊。元孝是，我曾经问过你，这乞食伫咧你的眼中是啥物？当时你回答我，是甲你同款平等，也有想要听我的看法无？全心恭听，请长老速答。众生幸福。心焦念，你我合乎乎中人，天下心乎结化缘。元孝，众生在我眼中。那是平等利益，你是每一个人拢是佛，是过去精进的佛，现在迷失的佛，以及未来正悟的佛。那是家典宗讲，会当引导出大家心中无限的亮明。那安尼，家族在我的身上的批评甲伤害，这又算什么呢？原来，原来我以前拢太傲慢了，我的心内一直想着要度众生，但是。我不知不觉之间，就认为我自己天道是比大家也较好。实际上，是一种功过我慢，以上加害太多的咧方法。竟然到今嘛才看清楚啊！哎呀，满心怒怨，情无声，
吊起肩头东坡休，花一日照遍下情，故作露宿茅茎凉。中了，我已经完全弄清楚啊，无论是富也是贫贱，如果苏江哥哥在上，你不愿嫁人，同悲同苦。那阿弥陀佛所讲的点点，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意呀。大安呐，醒起来咯，目睭也白金啊啦，大家拢是佛啦。但是随着你救度的对象无同，就要用无同款的方式，以地化情，以理道行啊。是，如今我眼中的世界又再次颠覆，众生是我，我是众生，现在应用回忆都不要紧了，因为每一个都不用去放弃。大安啊，找到众生的时阵，也就是你找到家己的时阵。行，前面还有真多人在等咱呢。正面。还要以心情粗跑，手提布袋，每日与人民去吃生活做伙。独处的兄弟已经完全败坏精灵的名声。林兄，你哪会伫遮呢？大叔，公主这半年来受死升职，
太医束手无策，已经时日不多了。什么？